结束的地方，结束的地方，我们勾，我们去勾，22个辫子针。6，我们继续勾22个辫子针，12，我勾22个辫子针，勾好22个辫子针之后呢，我们就和我们之前勾的这一片，跟我们之前勾好的这一片呢。之前勾好的这一面，然后来到它的这个背面，在它的背面，背面就是这个两个这个凹的地方要相对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一二排是一个完整的凸起的这一面，两个这个往里凹有弧度的这面呢是相对的，这面呢就是背面。我们直接的把这个提号扣，这个是第一针，是它的这个第一针，把这个提号扣呢这一针取下来，然后我们把这个钩针直接穿进这个第一针里，直接穿进刚才记号扣取下来的这一针里，第一针里原路的穿回去，然后勾出一个线圈，勾出一个线圈，然后直接拉进我们针上，之前勾了22个辫子针的这一针，直接拉进这个小辫子里，直接拉进来，然后再勾一个起立针，然后我们把线剪断，把线头拉出来，我们可以给它藏几下。可以给我们这个线头呢藏几下，现在藏一下呢就省去了一会儿我们一个藏线的环节。然后我们现在勾好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气眼，把这里线头就可以这样修剪一下，都修剪一下，然后把我们这个气眼安装上去。这个有螺丝钉的这面呢是背面，因为没有螺丝钉的这面我是比较美观的，我们就把它放在正面，然后有螺丝钉的这面呢是在它的背面。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材料包里的这个气眼，然后安装上去，跟这边安装方法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之前是这一面呢是没有断线的，刚才没让大家断线，然后我们就还用这边的线继续的来勾就可以了，继续的来勾。我们还将钩针呢穿进这个刚刚没让大家断线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气眼的这个小分叉里，我们还把钩针穿回去，然后我们就是勾一个起立针，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勾起立针，我们如果没勾的话就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然后翻转，如果勾了的话就直接翻转。我们现在这一片上面来勾，我们第15，我们下面勾的是第15行，第15行呢我们左右两边是需要就是这面和这面。
们来勾中间锁针的部分，我们就是挑起它，挑起它这个小辫子背面是有一个这个线，这里这个位置这个线，每一个辫子后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线，我们就是挑它来勾的，就是挑这个，挑起这个来勾的，挑起每一个小辫子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来勾。这里呢会有一点不好挑，大家就有耐心一点就可以了。挑起这个来勾的，勾22个，然后这个锁针的地方呢，我们是挑出22个短针，21，我们现在挑的是这个第21个，然后最后一针呢是在这里，这里22，挑好22个这个锁针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面的这一片，这面这一片青蛙包的另外一个眼睛这里，然后我们在这个眼睛的这里呢，先勾15个短针，1 2 3 4 5，我们就是两面两端呢是，两端是要加针的，左右两端是要加针的。我们给其他不需要的记号扣壳都可以取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开始勾它的包身的部分了。包身的部分我们就是在它的这个两端来加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解，我们的图解呢就是说15行左右各加一针，左边和右边各加一针，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勾就行。我们的右边，左边已经加过一针了，我们右边呢也要加一针，也就是蓝色记号扣的这一针，最后的一针里，同一个洞眼里勾2个短针，1 2，勾好之后呢，我们来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现在呢，它们已经连在一起，它们现在就是一个青蛙包的整体，它们现在就是一个整体了。我们勾的话就是连着这样来回的去勾的。我们下面呢就是不加不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解，我们图解是6圈至24圈，是不加不减的，不加不减的56个短针。然后我们下面一次加针的是，是在我们的第25圈，16至24圈是不加不减的56个短针，下一次加针是在我们的第25圈，25圈呢也是左右的各加一针，左右的各加一针。我们现在勾的是包包的前片，前片呢，我们是，往下是加针递增着加针的，每9圈左右各加一针，每隔9圈左右各加一针。加针方法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就是从这个包身的这2个顶点我们去加针的。然后第25圈我们左右各加一针，然后26至34圈呢就是不加不减的去勾，然后下面大家就完全的按照图解去勾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是不加不减的去勾到第24圈，不加不减的去勾到第24圈。第一针我们勾好之后呢，要注意需要用一个小记号扣来做一下记号，然后结束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然后再来开始勾下一圈，再来开始勾新的一圈。下面的包身呢就是比较简单了，就是只需要去勾短针，下面的大家就自己去勾，这里我就不演示了，下面就是很简单的不加不减的去勾短针。这个中间的这个锁针的部分我们就跟正常的织片一起一样的去勾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不加不减的去勾短针，一直勾到第二十四圈，一直勾到第二十四圈，我们再到25圈的话才会去加针，左右各加一针，25圈左右各加一针。我们下面就只需要不加不减的去勾，勾完24圈。然后注意的是，每圈结束的地方需要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然后再去勾，再去勾我们的下一圈。第一圈开始，大家记得要做一个记号扣，这样呢，我们下一圈就能快速清晰的找到我们上一圈的第一针。下面我就不继续讲解下去了，下面呢是比较简单的短针和它的加减针。我们现在是第91圈勾好了，我们下面来勾92圈，92圈，然后我们结尾的地方勾一个起立针，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将织片翻转，我们下面呢，开始勾第92圈，第92圈呢，我们是左右两边各减一针，左右两边各减一针，我们来学习一下减针的方法。减针的方法呢，我们将钩针先穿进第一个洞眼里，勾出一个线圈，穿进第一个洞眼里，勾出一个线圈，然后再穿进第二个洞眼里，再勾出一个线圈。然后绕线，一次性带过针上的3个线圈，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来减针的。再来教大家一次，然后我们重新再来勾一次。减针的方法呢，我们是先穿进第一个洞眼，挑起第一针，顶住这个完整的小辫子，完整的将它挑起来，然后勾出一个线圈，然后我们再穿进第二针里，勾出一个线圈，然后现在针上同时是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针上的3个线圈。这样呢，侧面就是只会形成一个小辫子。我们这样呢，就是将两针并为了一针，就是减了一针。我们给侧面的这个小辫子第一针，也就是第一针，我们用一个小记号扣来扣一下，来扣一下。然后下面我们来勾下面的就是不加不减的来勾了。下面就是不加不减的来勾，一个洞眼里就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勾到左边另外一侧的时候，剩下最后两针。然后把最后的两针来并为一针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先勾到另外的一边去。下面呢，我们是来到了第92圈的另外一边，我们不加不减的来勾到另外一边剩下最后两针的地方，我们将钩针呢先穿进第一个小辫子里，挑起它顶部的小辫子，勾出一个线圈，然后再穿进最后的一个洞眼里，勾出一个线圈，然后绕线一次性拉过针上的3个线圈。这样呢，我们就将两针并为了一针。下面我们再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去翻转，我们开始勾下面的一圈。我们勾好92圈之后呢，我们再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我们的这个织片翻转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勾这个青蛙眼睛后片的这个分叉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分成两个片来勾。我们现在勾的是它的左后片，这边从这边开始勾，勾的是它的左后片。我们这个左后片呢，第一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勾到92圈，这个包针就结束了。下面我来勾的这个青蛙眼睛的部分，青蛙眼睛的这个两片，我就用第一圈、第二圈来说了。然后下面我们就用第一圈、第二圈来说了，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下面呢，我们的第一圈，首先我们是先勾14个短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4，勾好14个短针之后呢，我们下面将第15个洞眼
和第16个洞眼并为一针，将现在针上有三个线圈，我们绕线一次性拉过针上的三个线圈，这样呢我们将15针和16针并为了一针。下面呢我们这个青蛙的眼睛就是第一行我们就勾好了，下面我们来勾青蛙眼睛的第二行，先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翻转，下面我们来勾第二圈，第二圈呢我们是右边剪一针，我们是右边剪一针，然后我们现在来区分一下我们的左右，来区分一下我们的左右，我们这一面呢，我们这边的这一面是左面，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剪了一针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是右面。我们一会儿说右面剪针的话呢，我们都需要在这一面剪针。我们呢现在这个开始的第一针这个地方就是右面，所以呢我们就在右面剪针，就是将第一针和第二针并为一针。下面呢我们继续再勾13个短针，一二三，我们勾好第一针之后呢还是要用一个记号扣来扣一下，这个剪针的这一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我们第二排是勾了一个剪针，然后再继续勾12个短针，不加不减12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剪针。然后我们勾好第二圈之后呢，我们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来翻转翻转。我们的第三圈呢也是右边剪一针，右边呢就是记号扣的这一边，所以我们要勾到我们要先不加不减的勾12个短针，然后勾到右边的时候再将最后的两针并为一针。第一针呢我们用记号扣来扣一下，6 7 8 9 10 11 12，勾好12个短针之后呢，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针，算上记号扣这针还剩两针，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把最后的两针呢我们并为一针，先穿进第一个洞眼勾出来，然后再穿进第二个洞眼勾出来，然后绕线一次性带过针上的三个线圈，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下面我们来勾第四圈，第四圈呢我们也是右边剪一针，我们现在这个绿色记号扣的这一面就是右面，所以我们的第一针第二针需要并为一针，勾针穿进第一针里，然后勾针再穿进第二针里，绕线一次性带过针上的三个线圈，然后这一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针，剪针的这一针呢就是我们第一针，扣一个记号扣。然后下面我们继续来勾11个不加不减的短针，1 2 3 4 5 6 7 8 9 10 11，好了，我们的第四圈勾好了，然后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呢来翻转，将织片翻转。下面我们开始来勾我们的第五圈，我们的第五圈呢是不加不减的12个短针，第五圈我们不加不减的12个短针来勾好，1 2 3 4 5 6 7 8 9 10 11，第一针别忘记做记号扣，然后我们把第12针记号扣取下来，再勾一个短针，12，好了，第五圈不加不减的12个短针我们勾好了，然后我们勾一个起立针来开始我们的第六圈，将织片翻转来开始我们的第六圈，我们的第六圈呢是右边剪一针，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右边记号扣，这边就是右边，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第一针和我们的第二针来并为一针，
绕线，一次性带过真绳的三个线圈。然后下面我们再继续的去勾十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我们第六圈右边剪一针勾好了，嗯，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翻转，翻转。下面我们来勾我们气眼的位置，来勾我们气眼的位置。嗯，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要分为左边的气眼和右边的气眼。我们现在来勾的是左气眼，是左边的气眼。左边的气眼，我们首先呢是勾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一、二、三。四、五，好了，我们勾好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之后呢，我们就勾到这里，我们就勾到这里，然后这是我们的左边的气眼，左边的气眼，然后下面我们这些针就是剩着，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里接线，再勾右边的气眼，我们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来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将织片翻转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第八圈的右边剪一针，第八圈的第一针和第二针来并为一针，这里是剪了一针，然后我们剩下的三针不加不减的短针我们来勾完，三，勾好之后呢，我们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将织片翻转，将织片翻转。下面我们开始来勾我们的第九圈。第九圈呢，我们是左边剪一针，左边剪一针，现在就是在左边，将第一个洞眼和第二个洞眼我们并为一针，然后呢右边也需要剪一针，也就是下一针和我们的记号扣合并在一起，钩针穿进第三个洞眼勾出来，然后再穿进第四个洞眼勾出来，绕线一次性带过针上的三个线圈，等于呢我们的第九圈是勾了等于我们的第九圈是勾了两个减针，现在只剩两针了，第九圈呢我们就勾好了，只剩两针了，然后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来翻转。下面我们来开始勾第十圈，第十圈呢是不加不减的两针，钩针呢穿进第一个洞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是有一个接头的，然后大家就是勾的时候呢，尽量就把它，藏到我们的内侧，藏到我们的里面这一片，也就是有螺丝钉的。这一片，第十圈呢，不加不减的两个短针我们勾好了，然后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来翻转，然后下面我们来开始勾我们的第十一圈，第十一圈呢，我们是右边加一针，右边就是我们的这一边。这边是右边，这里扣着绿色记号扣的这边是右边，然后右边我们是右边加一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右边的这最后一针里，就是右边的最右边的一针，然后我们穿进去，将钩针穿进去。将钩针穿进去，在这个最右边的这一针里呢，我们来加一针。最右边这个洞眼，我们在同一个洞眼里勾两个短针，加了一针。然后加好之后呢，我们勾一个起立针，将织片来翻转，翻转。下面我们开始勾11圈，下面我们开始勾的是12圈，第12圈。